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我们旗下的厂商，叫做 Sangyong High Clean 啊。它的产品呢，我之前在我们的博客中介绍过，全部都是用牛仔布制作成的一些家居用品啊，杂货类的产品。ジーンズペンケースです。はいはい。デニムパンツのフロント部分をデザインしたデニムのペンケースになります。で、こちらはファスナーの部分やボタン、あとはこの縫製、あと加工もすべてデニムパンツと同じ部品を使っています。で、接下来呢、我向大家介绍一下、这是他们店里面卖的最好的。应该很少见到牛仔布做成的皮带，另外一个是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深蓝色的，这个深蓝色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些，后面还有两个小口袋，很可爱，这两个小口袋还可以伸进去，它是完全，还有这个边边的这个放皮带的地方嘛，它是完全按照一般的牛仔布牛仔裤来做成的一个设计，它这个边边的所有的这个扣子，还有这个拉锁，全部都是跟牛仔裤完全一样的，用的是完全一样的东西做成的，所以说它非常非常费工。这三款其实它是一样的款式，但是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。那为什么它是怎么做成这种颜色不一样的状态呢？一开始我以为它是先用布做完了以后，然后同样的统一的布，然后放到药水里面去洗成不一样的颜色，然后再去做。其实它不是，它是先做，把这个形状都做好了，一开始全部都是一样的颜色，然后它再放药水，然后再去洗，然后洗的时间不一样，放的药水的量不一样，它这个颜色就会变成不一样的颜色。那完全呢，他们店所有的产品全部都是日本制造，所以说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。